行了，到家了，到家了，下来。哎呀，玩会儿吧。哎呀呵，这来的这个一进这个胡同啊，就发现了，我那栅栏呀哪儿去了？都被人给拔了。这个啊，绝对不是风刮的，这一看就是人拔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对我埋的这个深度啊，是很有信心的，你知道吧？这个门还是我走的时候刚弄好的，看见没有？你看我埋了有多深，从这儿到这儿，30-40公分的深度，它不可能。风你知道吗？因为这几天的话呢，没有那么大的风，看没有，这完全是人拔出来的。哎，厕所都拔起来了。哎呀，后悔没有安监控啊！你别咬我了，我揍你了。厕所让人拔起来了，哎，这帮人呢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说这不是风啊，是人为的？你看那边没有？这个篱笆啊，它是向里倒的，这个是向外倒的。如果是风的话，它是向一个方向的。还就是什么呀？你看我埋的这个有多深，对吧？这都是从石头的缝里边拔出来的。你说这个地方这老百姓啊，这么坏呀、啊？人坏到骨子里边去了，我是真服了气了，真的是骂人的心都有啊！这个地方我费了多少的辛苦，多少努力啊！我这几天啊，我是因为要身体嘛，要去治病，然后去做免疫去了，啊，住院住。